点多就有人在这边这个广场玩这个 roller skating。住的酒店刚给大酒店的门口拍录像，这个酒店就在这个火车站的旁边。好，车东的坐下。我们就坐这辆车去。大家叫小韩，韩导。改成机名叫丹东，说丹东为长白山、南林、黄海。长白山，美国很大的城市。那个里面展出的展品呢，大约是20000余件。您进去之后再自由活动，别一下车我找不着你了啊！确实，车在这不动，还在您的座位上，因为进了展览馆，这东西你绝对带不去的啊！车上集合就行了啊！来来来，照完相之后啊，别往里面走啊！您说想照今天晚上玩的，你照完相再走，行不行？您在上来的时候，从那个展览馆出来的时候，您在底下了。您要想再照相，得再上来啊！直接上车集合啊！走，这是这个圆形建筑最高上的啊，外围这个圆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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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杨梅，啊啊！这边啦，我的女友是怎么样？大湖桥过江，天朝。今天防止了防北国这个飞机啊，防止飞机。
鸭绿江的边城之江。江，上千船，流浪江。
要靠岸的。鸭绿江，这个是鸭绿江，对面就是北韩。鸭绿江，对面是。丹东的柿树是杏树，木口杏树又叫做白果树。还在这边痴痴的等啊、哦，等什么啊？倒倒 water 啊！啊，楼上中间的，楼上中间。这个是不是浮桥我都不懂。对面是北韩。Thank you. 谢谢。